我先走了。你先走。你想囚禁我？你不是我父亲。够了。拿着这些钱去治病，以后不要再出去惹事。哦，对了，你头上戴着这根簪子有剧毒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 干什么？吓我一跳！我还给你送新婚贺礼的呀！怎么可能？这簪子是表妹杜丽送我的新婚礼物，怎么可能有毒？你快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林总，是夏博士的电话。把他给我看好了。喂，放我出去！